叫。自从那时候我跟 Nixon 下来接生过，然后那个接生现在一直吓我们，打了爆了，住这个家不是你吓我就是我吓你，再住了几年在家打了变舌头了，但我现在不可以讲讲大声，因为他们现在在外面，所以 plan 就要吓搞那接生，一直每次叫我们不要吓你，现在吓我们你够力了，但是你死定了。然后那个 Nixon 也是还没有被吓过，他一定有一天呢我们的 plan 我们就吓搞啊。所以我不明白我在家，不是你吓我就是我吓你，太闷了，我迷离够力，就在刚刚罢了。我从林森的房间走，有房间那杰森就在我的门后面，我一开他门啊，他跳出来，他喊了，吓到我，我灵魂都跳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就给他死。你看那杰森，我们在等等一个好的时机，我们再去给他死的。OK， 就是我们见。大家现在有一个突发情况，现在杰森他去买东西吃，我现在就等他回来啊，我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吓到他，你等。 OK guys， 我现在有一个 plan， 就是我要开歌然后放在我的房间，对，等下回来的时候嘛，我 lock 住我的门，然后我开着歌，你觉得我在房间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就要去他房间等他，锁，现在就锁了啊，这样就听到，这样就听到，我要试进去这个地方，好空的啊你们。喂，那个哟，哦 fuck， 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哦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躲在下面那个 plan fell， 因为可能会爆，所以现在嘛，我要先上去，我不是你上。大家这个 fell plan， 因为我要录我自己，所以没有在开歌。不用紧啊，我 lock 住门，他也是不知道，还以为我睡觉。林汉今天。就要吓杰森，不关我的事。所以杰森，你看到这个 video， 我没有要吓你啊，是不是明翰啊？这个是报仇，这个叫报仇。我没有要吓你啊。给大家现在突发状况。OK 啊，来我听啊。OK。是这样的，该我 prank 杰森 prank 不到不成功，然后现在。我知道杰森躲在那个厨啊，当 Nick 在冲凉的时候嘛，现在我知道我跟 Nick 讲，我们要想办法吓唬他。不要，我就一直给他在里面呢、啊，我一直唱，然后我一直说说，哎，开不到，我开不到。然后我等下拿了 spare key， 我就开不到。我说我们进去，我们再开。哇！杰森又讲了，你们看啊，打他一下，你玩乱的，不爽，爽不爽啊？里面。好鬼哦！现在大家现在玩吓人，吓到不见了哦，还在聊。他们有可能在那了。爆了！你干嘛？喜欢吓人？你看这个人，他就是爱吓人，我倒。我老。没有哦。惨哦，这个家好鬼哦，我开始会怕哦。因为全部人都知道嘛，就怕你。好像我手都要下你了。这你坏了啊，杰森。哇，杰森哇，你死了！你还在吓人？啊，你要不要吓人？我能这么吓人？要，我要 revenge， 你懂是杰森心。你小心，你还得大字被我突然跳下来。长约出来了。大字啊。好。痛啊！应该像第一天了。嘿，你要吃药哦。哎，味道跟我吃好像有这样，只是每次我吃，我只是弄碗水，然后下面很粉，你们，我就丢。OK， 我们 video 到这边，拜拜。我懂，拜拜。